谢谢李诺，谢谢。现在建议掌声欢迎于雅君 Doris 这位美丽的美甲师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号李雅君，我目前是在做美甲师，如果有任何手脚问题都可以来问我哦。谢谢。谢谢 Doris， 那待会应该可以看到你脱掉手套了哈，对不对？好，马上欢迎这位是辛可璇小璇，她是一位美丽的发型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十号的辛可璇。那我目前是在从事美发业，那希望之后就是可以帮你们各位做美美的造型，谢谢。欢迎 Amy 高慧珊。大家好，我是 Amy， 我是10号、11号 Number 11，我是一个英文老师，谢谢。谢谢美丽的英文老师，谢谢。马上欢迎吴伟婷 Mika， 嗨 Mik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12号吴伟婷，然后我的朋友都叫我 Mika， 虽然我年纪之中是在里面最小的，可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个机会，让我有所成长。谢谢 Mika， 谢谢，欢迎吴家伟心爱。大家好，我是心爱，然后本土的朋友都叫我心爱，那国际化的朋友叫我 Dory， 很开心能够进这次的决赛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，谢谢。也加油，谢谢心爱，谢谢。马上欢迎这位非常 sexy 的书法老师赵云小姐，赵老师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14号的赵云。我很谢谢我妈妈把我的脸长得多漂亮，可是我的身材却像我爸爸。可是我还是对我自己很有自信，可以来参加这个比赛，谢谢。谢谢赵云，谢谢。马上欢迎这位绰号龚宛如的林雨茹。Hello， 大家晚安，我是编号15号的雨茹，然后今天可以站在舞台真的很兴奋，然后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表演，谢谢。谢谢，我们再给我们总决赛的参赛者再一个热情的掌声。还有你的尖叫声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因为要换泳装登场了，这边请，谢谢。要花点时间送上，待会送上的也就是我们经典传统的泳装秀，让我们美女们好好的来瞧一瞧，给你一个很棒很棒的 angle。